际线高，怎么改善？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连浩，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这个很简单，发际线高实际是早期脂溢性脱发的表现，我们在门诊经常见很多病人，包括男女都有啊。男的是 M 型，像个 M 英语字，两个额头发际往后退；女的呢是大波楼，哎，这个前面额头，额头很明显，这个整个发际是往后退。这个发际线延后，这是标准的脂溢性脱发，又叫男性雄性脂溢性脱发的一个早期表现。解决的办法很多，首先饮食上多吃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比如说核桃呀、黑芝麻呀，还有杂粮这些。然后呢，药物上男性的可以口服芬达休胺片，外用的是米洛地尔丁；女性呢可以口服一些达因35、优思明，但是这些药物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啊，也可以配合吃点维生素 B 族的一些药物，符合维生素 B2 呀、B6 啊，吃点瓜氨酸呀。中成药呢有除脂生发片呀，包括我们医院的生发丸，都有抑制这个发际线延后的作用。当然了，现在市场上包括有一些美容这些整形机构在做一些前发际的一些植发，这也是可以的，是把后面的发际挪到前面来，这属于手术治疗。当然了，还有些人采用了一些注射治疗，比如说把人的脂肪抽出来打到这块，还有把人的血小板离心打到这块，刺激毛发的生长，还有通过局部的打针注射，还有配合梅花针叩刺，都有刺激局部的发际线毛发生长作用，抑制发际线延后，这些都属于一些治疗方法，都可以采用，但是都要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使用。